好，我们想先关。各位
很喜欢阿福的歌，你让我们注意喽。等一下，我会让阿福在那边给你们拍照，所以他签的时候先不要拍，因为不好看。然后签名的歌你都没有拍，拍照二楼，他会签名。那他在那边让你们拍，购买专辑的歌迷朋友们也可以到二楼来购买。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拍？等下签完就在那让你们拍照，好不好？怎么样都没拿。对，我觉得这里哦，谢谢啊，脱掉了啦。过来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这里，帮我留个通道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们之间有什么批口吗？各位要签名的歌迷朋友们注意喽。举行签名会，请各位先把你的手机跟相机收起来，先不要拍照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要拍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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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喜欢阿福的歌迷朋友们注意哦，阿福本人已经在本公司二楼举行最新专辑《青铜掌》签名会，要签名的歌迷朋友们赶快到二楼排队签名，还没购买专辑的歌迷朋友们可以到本公司二楼柜台购买。他挡住不让过去了。可能要再喝多一点，谢谢。
谢谢哦。Yeah.